我们亚拉索像一个大家庭，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关照，互相包容。我们的友谊才能够长长久久。祝生日的朋友们身体健康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 来给大家祝贺的各友们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现在我把生日的朋友叫到台上来：王彩梅、曾草蛮、李松平、陈美玲。 维达，吴嘉欣、肖一正，请到台上来。 Thank you.
光，我要赞美，我要歌唱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，这可爱的香格里拉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它，我爱上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Oh,